面，所以他们要一直去挖，用工具用手去挖，把他的动物揪出来。嗯、然后是是谁说？是你还是你说被大野狼吃掉？就是大野狼的肚子，所以要把它揪出来。是我啦！啊，是你，是你，大野狼肚子要把它救出来。所以他们一直在挖，挖完以后，我们给他们工具牙刷，要让他在小水盆里面帮他们洗澡，所以要刷干净。那这时候也是训练他们手小肌肉，包括他们在挖用工具的使用上面，训练他们小肌肉。那我们回家也来玩吧。